张文，你跟阿星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漫画小说啊，别再玩了吧。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，就你爸叫你干嘛你才干嘛。你出现之后，很多烂事都消失了。我提醒过张文多次，不要跟你走这么近。这个世界什么也改变不了，我还希望快点试一试。好像所有事情都有一条线，我跨过去就是故意的，跨过去就成年，跨过去就回不了头了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终于能够掌控我自己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阿修罗吗？但至少现在我们都还可以选择。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做的话，是不是也会挺不一样的？